主料鸭肉500克，辅料白砂糖30克，生抽3茶匙，花椒30粒，姜片一块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买回来的鸭洗净剁块后焯水备用。锅内热油，放入白砂糖熬糖色，鸭块放入锅内煸炒，鸭肉翻炒均匀，让每块鸭块都包裹上糖色。裹满糖色的鸭块内放入生抽、花椒、姜翻炒，花椒和姜炒香后加入少许水，加入适量盐，水开后该小火慢慢炖煮至鸭肉酥烂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放入鸭肉炒糖色时要不停的翻炒，以防粘锅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